Rodriguez.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This is Victor Lim, External Affairs Officer with the COVID Command Center and DEM here. This is our weekly Chinese language media roundtable. First of all, we want to thank SFGovTV and also the COVID Command Center for recording this and making this available for review after the event on Facebook and also on YouTube. At this moment, I will use Cantonese for the rest of this program. 大家好，我是三藩市政急管理局外務特派專員林偉浩，好高興再次我哋就同大家見面。咁今日亦都有陳主任啦，有阿吳副主任啦，同埋有白醫生同我哋一齊喺度嘅。咁今日禮拜咧有幾樣重要嘅事情同大家講下啦。咁首先咧就我哋聽日開始正式咧就會進入去我哋嗰個黃色級別，就降到黃色級別，陣間我會逐一解釋。咁跟住咧亦都係 首先俾阿白醫生講一講關於我哋下個禮拜咧，可能係預計會進入呢、這個叫做可以俾輝瑞喺12至16歲嗰度嗰個打針同埋接種疫苗嘅。另外咧，我哋都會講下嚟緊呢個禮拜五喺呢個 Richmond 區，我哋有一個活動咧，就係幫人免費接種呢個 Moderna 疫苗啦。上個禮拜講過啦。咁啊，其次之外咧，有其他嘅 update 咧，都會同大家講講。 咁首先我交佢時間咧，就俾阿白醫生講一講關於我哋最新嘅狀況啦、數據啦，同埋呢個新冠病毒嘅情況啊。有請白醫生 ，thank you。好，大家好，好開心又一次同大家見面，繼續可以同大家分享繼續稍微十分好嘅資料啦。喺新冠病毒裏頭嚟講，我哋嘅嗰個個案繼續一路下降啦，同埋住院嘅數字亦都一路繼續係咁去降低嘅。咁所以其實因為我哋三藩市而家每一個人 盡曬力咁樣去有一打疫苗啦，同埋繼續都盡自己做好佢哋接需要做嗰個，譬如話繼續戴住個口罩啊，同埋保持個距離啦。咁係十分一件好事嚟嘅。咁雖然我哋成年人16歲以上全部都可以係可以打有邊度可以打到嗰個疫苗就打個疫苗噶啦。咁啊就但係咧，我哋小朋友嚟到講咧，始終喺12歲至15歲嗰段嗰個小朋友嚟咧， 仲未係可以打嗰個疫苗嘅，咁當然繼續細啲更加唔使講添啦。咁但係一個好消息咧，就係下個禮拜我哋美國嘅食物同藥物管理局咧，就會準備咧應該會批准輝瑞係可以開始接種佢哋嘅疫苗，係俾小朋友12歲至15歲嘅，下個禮拜就開始，同一樣又係打兩針嘅，咁啊分開3個禮拜。 點解咁講咧？就因為佢哋做第三嗰個階段嗰個研究咧，就佢哋起碼就有起碼2200多個嗰個就做呢個測驗嘅咧，就發覺到咧係100%係有效可以防止呢個新冠病毒嗰個感染嘅，咁係一個十分好嘅消息。咁啊就因為咁的話咧，而且除咗係防止之外咧，佢見到佢哋個身體接種咗疫苗之後咧，嗰個抗體啊係十分充足。咁即係證明呢個 疫苗咧係對小朋友12歲至16歲咧係十分有效，咁啊所以就希望盡快咧喺下一個禮拜咧就准許佢一個所謂叫緊急嘅應用嚟到可以開始接種俾小朋友。而家雖然成年人越整越嗰個個案少啦，但係亦都見到咧小朋友即係中少年啦，就開始12歲啊，即係16歲嗰啲咧就開始嗰個個案咧有少少上升嘅跡象。當然我哋成年人如果繼續係保護到接種好個疫苗， 佢哋冇傳染到俾佢哋小朋友的話咧，咁佢哋個感染機會少啲啦。但係佢哋開始翻學啊，同大家其他啲人接觸啊，咁可以玩啊咁樣咧，當然呢個就好容易會感染到嘅。所以如果係可以接種到呢個疫苗咧，係一件十分好事。好，就講到呢度先。我當然會留喺度答其他問題，交翻俾林專員。唔該曬。好嘅。 咁頭先講過咧，我哋都會講講有關咧，我哋而家三藩市同州政府咧就配合咗 CDC 最新有關呢個戴口罩嘅指引同埋更新嘅。咁我而家交個時間俾吳副主任，有請。各位媒體嘅朋友同埋各位觀眾，大家晏晝好啦。咁疫情指揮中心最近咧係聽到咗好多關於最新嘅口罩嘅一啲資訊，好多民眾咧係對呢個存在一啲疑問嘅。 咁所以我哋今日希望用少少時間咧，同大家去解釋下究竟呢一個最新嘅口罩令係點解咧？咁首先咧，我哋想講係因為三藩市疫苗嘅接種率嘅不斷提高啦，
同埋三藩市感染個案嘅不斷減少啦，所以三藩市可以同加州一樣，去認同同埋接納呢個國家疾控中心發布嘅關於呢個口罩嘅最新規定嘅，亦都係以便民眾啦，可以更快咁投入翻我哋所講嘅正常嘅生活啦。咁當然啦，有關呢個放鬆口罩嘅規定咧，其實主要嘅目的咧係想鼓勵民眾盡快去接種疫苗嘅，因為你接種咗疫苗以後，先至可以喺好多情況下除低你嘅口罩，去進行一個正常嘅生活嘅。咁口罩令入邊提到咧，如果你係完成疫苗接種嘅人士，嗱，咁我哋再講一次，何謂完成疫苗接種咧？就唔係話你打完第二針，又或者打完最後一針，而係指你係接種完最後一劑之後嘅兩個禮拜，先至稱為完成接種。咁如果你係完成接種嘅人士咧，你就可以喺眾多室外嘅情況下，就唔需要再佩戴口罩啦。例如你去室外運動啦，喺户外用餐啦，又或者去參與你嘅一啲好中意嘅體育盛事啦、體育活動啦，我哋好熟悉嘅譬如話金州譬如話三藩市嘅巨人棒球隊啊，或者係淘金者嘅美式足球啊，咁甚至乎係雖然係室內嘅金州勇士嘅一個比賽咧，佢哋都有一定嘅特定區域係專門俾一啲已經接種咗疫苗嘅民眾係可以喺嗰度唔佩戴口罩咁去觀看球賽嘅。咁當然啦，我哋建議大家都係隨身要戴一個口罩啦，以便不時之需啦。咁室外究竟係咩情況下你要戴口罩呢？就如果你知道係一個比較密集嘅環境，你身邊可能有好多人嘅話咧，咁你係需要佩戴口罩嘅，就算係室外，例如一啲集會啦。咁你知道最近我哋可能係關於亞裔嘅暴力事件係比較頻密咁發生，可能大家都會用一啲自己嘅時間去參與一啲集會。咁呢個時候咧，就請你喺冇一定嘅社交距離、人群密集嘅時候，記得你就一定要佩戴口罩啦。咁同埋仲有咩時候我哋要繼續佩戴口罩啊？咁嗱，室內用餐啦，室內用餐仲要講一講就係、是、你除非係持續咁去進食，否則其他時間咧，你都係要佩戴口罩嘅。好多人咧可能會見到有啲民眾係一去到會嗌一杯嘢飲啦，跟住就除低口罩喺度慢慢去享受佢嗰杯飲品。呢樣嘢係我哋唔建議嘅，除非你持續進食。如果唔係，希望你仲係佩戴口罩啦。咁你喺坐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啦，譬如係巴士啊、的士啊或者 Uber、Lyft 嘅時候咧，亦都係需要佩戴口罩嘅。健身房健身嘅時候咧，因為有好多人喺你身邊啦，亦都係呼吸比較急促啦，呢個時候請你佩戴口罩。如果去診所就醫嘅時候，當然要佩戴口罩啦。咁室內如果你係室內購物嘅時候咧，都係要嘅。仲有咧就係如果你嘅工作環境咧，係會同其他人一起做嘢啦，好似我而家咁啦，身在呢個疫情指揮中心啦，又或者你有啲器材係要同你嘅同事分享嘅情況下，我哋建議你都係要佩戴口罩嘅。咁如果你本身工作嘅公司嘅規定係比我哋市政府更加嚴格嘅，咁請你遵守更嚴格嘅嗰個規矩嘅。咁仲有咧，如果你係做一啲關於食物處理方面嘅，譬如係專門係外賣啊，係餐館準備食物啊，係會接觸到啲係俾其他人去進食嘅食物嘅話咧，咁請你亦都係佩戴口罩嘅。當然，我想再重申一次啦。咁我哋三藩市又好啦，三藩市灣區又好啦，喺呢一次疫情抗疫嘅期間咧，無論係佩戴口罩定係接種疫苗，我哋華人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保持呢個好嘅趨勢。咁當然啦，我哋只不過呢個建議係話建議大家有啲情況下可以唔佩戴口罩，但如果你覺得繼續佩戴口罩係多一重保護嘅話，我哋亦都鼓勵大家可以繼續佩戴嘅。唔該曬，交翻俾你 ，Victor。好嘅，多謝副主任頭先嘅一番説話。咁我哋講講咧就係琴日咧，市長同埋我哋衛生局長 Covax 咧就已經宣布咗，由聽日嘅上晝8點開始咧，三藩市會正式咧進入我哋呢個黃色級別嘅。咁喺黃色級別嚟講咧，好多室內嘅活動咧，按照州政府衛生廳嗰個要求咧，可以咧放寬至個室內容量咧係50%嘅嚇。咁而家咧我就會用少少時間咧講下我哋最新嘅更新嘅條款同埋啲重點啦。咁第一咧就係喺室內嘅酒吧咧、釀酒廠啦，同埋呢個品酒嘅位置咧，都可以咧可以容納25%嘅室內人數啦，同埋咧上限為100人嘅。咁咧亦都係需要咧遵守室內嗰個PPE 啊，或者佩戴口罩嗰個要求啦。咁每圍咧係唔可以超過8人嘅。
咁另外咧就係、室內個遊樂場啊，同埋家庭娛樂中心咧，目前咧嚇、之前係唔可以開放呢、譬如呢、電子嘅中心啊，或者話嗰啲叫 arcade 咧，即係我哋俗稱打機嗰啲，同埋高爾夫球或者遊樂場嘅，依家咧都可以咧容納50%。咁其他咧，譬如呢個迷你高爾夫球啊、桌球啊，或者保齡球場咧，亦都可以咧將嗰、室內嗰個容量咧就放寬到50%嘅嚇。另外咧就好關鍵，特別我哋華人嘅飲食嗰方面就業嘅咧，就係、呢個buffet同埋呢個自助餐嘅。咁而家咧就buffet同埋自助餐嘅個商業咧就可以咧俾呢個 takeaway consumption， 即係外賣嘅。同埋咧，亦都包括係允許呢個堂食，咁啊堂食咧，亦都係上限為以前即係50%嘅人口啦，同埋每台咧係唔可以超過8嘅人嘅。另外咧，喺呢個叫做 outdoor small gatherings 室外嘅呢個聚會咧，就可以上限有75人次啊，咁亦都可以允許咧，就係有呢個食品同埋呢個飲品咧就同時進行嘅。咁同埋咧如果如果佢係六尺以外咧，亦都可以咧，可以唔配戴口罩嚇。但係當然咧，我哋都係鼓勵啲人可以嘅話戴口罩啦。咁喺室內 indoor small gatherings 咧，就係可以咧，而家擴充到50%啦，亦都係上限為50人嘅。咁如果啲人係未完全打咗呢個疫苗針咧，都依然係需要咧配戴口罩嘅嚇。咁另外咧，寫字樓咧，亦都可以咧擴充到50%。咁啊，室內用餐啦，可以每圍咧有3個唔同嘅家庭。咁而家咧亦都放寬到可以每圍有8個人啦。咁同埋咧就嗰個餐館嘅上限咧已經取消咗200人嗰個上限人數，亦都可以咧有50%嗰個座位容量嘅嚇。咁另外咧就係呢個 outdoor dining 咧，即係户外用餐咧。亦都可以咧，坐完之後咧，佢哋可以選擇去除咗口罩嚇。咁當然咧，我亦都係鼓勵，如果你認為佩戴係安全嘅話咧，可以繼續佩戴嗰個口罩。咁另外咧，室內即係 inside 嚇 indoor retail 室內零售咧，商場各方面咧，亦都可以恢復佢哋嗰個室內餐廳重開啦，同埋咧佢哋堂食嘅。另外咧就係電影院啦，戲院啦，之前好多人都係驚可能啲空調啊或者啲冷氣嘅問題啊，咁而家咧嗰個戲院咧，戲院嘅人數咧可以上限為50%，咁啊亦都可以有500人一齊坐嘅啊。咁如果有 concession stand 咧，即係呢個小食部咧，咁啊亦都係上限8人咧一齊坐。咁就亦都冇限制幾多個家庭一齊坐嚟聚餐飲食嘅。咁另外咧就係好多人關乎到，譬如成人嘅日間嘅計劃啊、日間中心啊或者教育嗰方面咧啊，咁呢樣就我諗要關注一下啦。譬如 adult day programs 同埋 senior community centers 啊，我哋叫做成人日間嘅項目啦、中心啦，同埋長者社區活動嘅中心咧，都可以恢復咧室內容量50%。上限為50人，亦都可以允許咧喺室內咧飲食嘅嚇。咁同埋咧就係呢個售貨啦，售貨亦都好多人關注啦。咁而家呢個成年嘅職業培訓啊、高等教育啊，同埋呢個室外嘅上課咧，咁每個課堂咧可以有75個同學咧一齊上堂。咁室內講座咧或者呢個課堂咧可以維持原來。容納嗰個50%，咁咧就而家我哋圖書館可以重開啦，學生亦都可以翻到學校嘅圖書館咧上課或者補習，咁必須要遵守呢個衛生指令嘅。咁學生嘅宿舍亦都可以解除咧，每間宿舍單位咧只可以1名學生居住，因為我哋喺美國嚟講咧，就好多啲宿舍其實全球咧咪淨係美國，但係我哋灣區因為位置比較。少啊，例如譬如 Berkeley 啊，或者其他宿舍咧，好多時都係有2、3或者4個同學一齊可以一間房要共同使用嘅，所以呢樣嘢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好啦，咁我哋講到呢度咧，我哋就講翻星期五
呢個列治文區嗰個活動。咁而家有請咧阿 Ronica 咧就準備好啊 share 我哋嗰個 poster 啦。咁啊，再次講就係嚟緊呢個禮拜五咧，由上晝五點至到下晝嘅四點半咧，我哋咧就歡迎啲市民咧係可以步行到我哋呢個活動。咁而家大家見到喺個熒幕咧，就係列治文區嘅社區疫苗接種站啦。咁啊，十八歲或以上嘅居民咧都可以咧過嚟接種，居民或者工作人士咧。咁啊，日期咧日期係本月嘅五月七號上晝九點至下晝三點半。咁咧個位置係呢個30th Avenue嘅741号啊。咁咧就建議大家都係提前預約啦。咁啊，可以打嘅電話就係415-941-7765。或者咧可以發電郵至 onerichmondsf@gmail.com。咁咧就講到呢度咧，好啊，多謝阿 Ronica for sharing the screen。咁咁啊，頭先咧阿 Amanda 咧有條問題係俾阿白醫生嘅。咁佢就話：白醫生你好，咁我有兩條問題。佢按照目前嘅情況咧，三藩市可以喺6月15号咧就同呢個州長紐森咧所講嘅一樣做到完全開放嘛？另外有一個問題就是雖然目前強生的疫苗就恢復使用，但是有 很多人反而他們依然在灣區就沒法子預約到強生針的疫苗預約的時間，即是接種。這個是什麼原因呢？有請你回答白醫生。好，你好。OK， 這個問題大家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先。究竟三藩市可不可以跟紐森州長所說6月15号完全開放的話呢，基本上紐森州長呢是說一定有兩個指定的要看著個指標看行不行。第一就是我們有足夠的疫苗可以給大家需要成年人16歲以上或者希望到那段時候12歲以上都可以足夠打到，還有第二看看我們那個住院的人數是否繼續慢慢地降低的。其實兩個當然是相成的，主要現在我們擔心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可能有很多疫苗，譬如就算不是說強生都好，強生等等我再說啦，就譬如說我們是有很多輝瑞或者有很多 Moderna 的疫苗，但是沒人肯打。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而且到現在離開6月15號都還有一段時間，那希望一直繼續我們的個案一直降低，但是如果開始有少少，如果加上我們現在正話先說我們那個口罩可以所以話成日要戴口罩啦，咁要睇下而家到嗰陣時候可唔可以繼續留喺我哋而家，譬如話黃色嘅級別啊，嗰啲數字係咪一路繼續係咁降低啊？嗰個住院人數會唔會回升翻啊？咁嗰啲我哋要睇住嘅。如果到嗰陣時候啲繼續其他啲人係唔肯繼續去打即係接種疫苗，雖然我哋有但係唔打的話，咁啲數字慢慢又回升翻或者唔肯繼續降低的話咧。咁就要睇下係咪真係有咁嘅事啦。加州會唔會繼續可以咁做咧？我哋希望可以，所以我想喺度踴躍咁再提醒大家，真係如果有機會打的話咧，就盡量打呢個疫苗咧，係十分有效，而且咧係可以防止你傳播啦。而且之前我哋唔敢講話可以防止傳播，而家基本上嗰個科學上面有個證據咧，就可以防止傳播，而且一定係100%可以防止你會有好重嘅病啦。住院甚至死亡的，所以有機會大家就盡快打了。好了，說回強生針那邊，強生針你都大家知道，雖然除了我們CDC 和 FDA 那邊說暫停了用，雖然我現在可以准許用，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它的製造了，製造商可不可以給到那個疫苗。我們知道今個星期加州應該就會有一批強生針是到我們加州，那我們三藩市和灣區基本上就是要看加州收到的疫苗，然後分派給我們，然後我們才可以再分派給大家的。那希望我們盡快真的收到那個在加州收到那個疫苗之後，然後就可以給到周圍灣區不同地方，那就可以大家去繼續去接種。那希望答到這個問題，謝謝，交回給林專員。同時間呢， Amanda， 關於接種疫苗同埋呢個叫做 high volume vaccine site， 我哋啲高大即係叫做嗰三個大型接種站咧，而家漸漸咧都係開始咧有個趨勢咧少咗啲人去接種。咁啊，我諗白醫生都見到呢個趨勢。咁唔係淨係三藩市，如果全國嚟講同埋加州咧，其實都普遍地咧見到我哋個數據咧已經係超過咗大半個人接種。咁而家我哋知道咧，最尾呢25%
或者二十個人咧，我哋可能佢有各種唔同嘅困難，可能佢係有行動不便嘅問題啊，可能佢有記憶障礙問題啊，可能佢有心理障礙問題啊，或者佢甚至乎係有抗拒或者有擔憂，或者佢個人有啲醫療上醫生要同佢特別處理，或者經過建議先至接種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嗰個功夫咧要落喺外展嘅功夫 ，make sure 我哋可以同呢最尾嗰20% 嘅人接種咧，其實需要個功夫咧係可能大於我哋之前嘅大半嘅工作嘅嚇。咁我諗拜新都明白嚇。咁啊，拜新唔知有冇啲補充下關於呢個我哋嘅 outreach 嘅 efforts 喺全國嚟講嚇。好，我想補充一下，就係我哋當然想呼籲大家，我哋完全係可以了解同埋明白大家有時話有少少抗拒，或者有仲有少少疑問對呢個疫苗。咁啊，我哋就想希望大家盡量咧，如果譬如話可以揾到個時間同你嘅自己醫生去解答呢個問題咧，即管盡量揾到佢哋。咁啊，我哋而家亦都會盡量叫其他啲所有醫務人員咧，有機會的話一一傾聽一下你哋自己嗰個疑問，同埋盡量可以解答你個問題。咁加埋咧就係即係我哋都知道啦，就係如果早日可以接種咗啦，頭先所講啦，就早日我哋幫到大家都可以回復翻我哋之前所嘅生活啦。咁啊，所以希望我哋大家就會盡量繼續去接種呢個疫苗啦。好，講多一次啫，唔該曬。好嘅，咁亦都咧，而家咧就有阿陳嘉林主任咧喺度同我哋咧再報道一下。咁雖然啊，陳主任咧已經係將我哋嗰個花園各個接種呢個檢測站咧，係交咗俾東華醫院正式由今日開始咧嚟管理。咁但可以講下今日我哋去檢測嗰個情況同埋嗰個運作，又請下陳主任。首先多謝林主任，多謝各位參與今次會議嘅傳媒同埋朋友啦。其實今日咧就相對嚟比之前嗰幾個禮拜嚟講咧，就人數比較少咗嘅。今日有85個人喺嚟到華埠做測試啦，我哋訪問咗其中嘅70名人士。咁其實今日個最大分別就係喺一樣嘅情況，就係我哋有大概有88%嘅人士咧，都係之前嚟過嘅，即係係88%嘅人士咧，佢之前都已經打咗針嘅。咁啊，只係有其中嘅8名人士係冇打針嘅啫。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一路都支持華埠個測試站嘅一個好好嘅結果。咁就話大部分嚟做測試嘅仍然都已經係打咗針啦。咁另一個今次第一次會要求嘅數嘅資訊咧，就係我哋問來訪嘅人士，今次嚟做測試嘅有幾多係第一次嚟到華埠測試站？咁今日個答案咧就係我哋有大概有35%嘅人士咧，今日係第一次嚟做華埠測試站嘅。咁我哋都相對嚟就見到未必一定係中國人啦，或者係亞裔啦。咁啊，好多亦都係外籍人士，同埋帶埋佢啲相對地年紀比較小嘅小朋友嚟到華埠做測試。咁呢個亦都係要多謝咗整個疫情控制中心，因為佢哋將華埠呢個測試站亦都擺咗上網站度啦。咁我哋係由而家開始，直至到6月底咧，都會希望每一個禮拜星期三朝頭早10點至2點，咁係服務到更加多而家嘅唔同嘅群眾啦，或者喺嚟三藩市工作或者居住嘅人士嘅。咁多謝大家，咁我交翻時間俾阿林專員。好多謝陳主任嘅。咁而家咧，不如我哋咧就接聽下啲問題啦。咁啊，見到我哋有阿郭南啊，有 Amanda 已經問個問題，有清啦，同埋有 Alex 喺度嘅，咁睇下阿郭南啊 KTSF， 你有冇任何問題？好啊，暫時冇聽到 ，OK， 或者睇下阿清啊，喬寶阿清，我暫時冇問題，多謝。好多謝 ，Alex 星島日報，係我暫時都冇問題嘅，唔該。好，好，多謝，多謝。Amanda 有没有其他任何问题想请问的？哦，咁啊，同埋咧，我哋都有个特别嘉宾咧，就系Diana Lau 咧，亦都好庆幸咧今日 join 咗我哋嘅。咁Diana 咧就一直以嚟咧喺我哋嘅社区咧做咗好多重要嘅功夫咧。咁啊，上个月咧亦都举办过好多唔同嘅讲座。咁我亦都好高兴咧可以同佢合作。最近咧，我哋譬如啲數據啊、檢測嘅數據啊、疫苗嘅數據啊，都有提供到俾 UCSF。咁啊，我哋咧亦都再次咧
特別喺亞太文化月咧，就多謝阿戴拉撈咧啊，咁多年嚟咧喺 UCSF 同埋我哋社區咧啊做過個功夫啦啊，同埋呢個重要嘅活動啦，同埋有咁有教育性嘅講座嘅啊，咁啊多謝阿戴拉，你亦都今日咧啊百忙啊當中咧就抽空啊嚟join我哋嘅。咁啊如果冇乜其他問題嘅話咧，咁就由下個禮拜開始咧都會將我哋呢個圓桌會議咧，就交俾阿吳副主副主任咧，就繼續主持呢、這個我哋圓桌會議嘅。咁有冇其他問題，各位朋友？好啊，咁啊，多謝阿陳主任啦、阿吳副主任啦、阿白醫生啦，啊，我哋所有同仁嘅。咁啊，喺亞太文化月咧，啊，恭祝大家咧身體健康啦，啊，出入平安啦，啊，同埋咧萬事勝意嘅。啊，多謝大家。OK，thank you，拜拜。